觉得你听完佩德罗的唱《一剪梅》之后，你有什么感想吗？很满劲，很满劲。你要说你那真情。那我直接唱，你直接进。三二，真情像草原广阔，层层风雨不能阻隔，总有云开日出之后，万丈阳光照耀你我。真情像梅花开过，冷冷冰雪不能淹没，就在最冷枝头绽放，看见春天走向你我。雪花飘小小天地一片苍茫，一剪寒梅傲立雪中，只为一人飘香。转好多音，爱我所爱，无怨无悔。什么飘向北？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天地一片苍茫。一剪寒梅傲立雪中，是这样吗？雪花飘飘。你会不会唱歌啦？我现在想复。哎，你可不可以认真一点？哎，认真，哎，认真在录影哎。我刚刚打字啊。你认真一点啊！不你认真一点，不然我换一个歌手。妈的，这些人。爱我所爱，无
if you don't say, you know, you're never gonna know. Yeah. But in what? 最胡烂啊！你又飞在上白眼三次，三次，谈恋爱是三次，三次，三次，一个月三次啦，一个月三次，真的三次。你每次是都是骗人的外国人，哎，是贺少侠啊，这样，七次，你觉得我有几次？你觉得几次？你吗？对啊，谈恋爱嘛，认真的，最少四五次。你就认真谈恋爱？哎，拜托，哎，你几岁？35岁。35嘛，从20岁开始谈恋爱，哎，在一起一年，好好一年，那15年就15次啊。我一个女友3年，一个女友4年。然后呢，中间是，你是不是认真谈恋爱？好，OK，陈立，你过来，什么？谈恋爱是留置？真的？你一个晚上大留置的？谈恋爱是留置是怎样？哎，这个是认真谈恋爱。认真谈恋爱？我单身已经很久了，我单身5年。屁啦！单身5年也好，这是台湾的那个女性的滋润变得好，没办法。那你那边有几次？好，12次，12次，12次，自己会忘记是怎样？根本没有谈过恋爱，好不好？哎，好像有道理，没话说。没好。靠腰。呆萌的，就是看起来是个很怪的小孩的这个外表，很讨喜。婆婆妈妈们，而且我是一个真的很老实、很诚恳的一个很乖的男生。还有一个啊，你很会读书哎。还有这个，对，虽然现在没有钱，我的学历是很好的。你要不要跟婆婆妈妈说一下，你有几个国家的博士学位？啊，博士还没有了。啊，博士还没。我在念我的第二个研究所，我第二个硕士，一个在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现在在淡江，我念我的第二个，然后每周我会念到博士。所以目前没有稳定的一个工作的状况，但是未来，哦，我可能是超乎大家的预料的一个黑马。黑马。那第一名是谁？第一名，我的调查结果是吴阳。哦。可能是那一张照片了，他那个穿西装跟他的那个。眼神蛮稳重的，蛮好像蛮可靠的一个男人，而且他是半亚洲的脸，这个不会有那个西方人的那个距离感，所以大部分的人都觉得吴阳是第一名。少侠，对，待会我们要录的就是推荐自己给婆婆妈妈们来挑好女婿，那你要不要来对婆婆妈妈们推荐一下你自己？我要怎么推荐自己，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有想法而且很好有很好的价值观的人，所以我不会伤害人啊，我很善良啊，我也会尽量让对方过得很好啊，对，我觉得跟我在一起是可以很自由也很开心的。啊，吴阳，吴阳，哎，请说。你记得我们现在要录的主题是什么吗？美食吧？什么？啊，不是，是什么？谁要录美食啊？哎，我们要录的是国际排行榜，就是婆婆妈妈的心目中他们最喜欢的哪位女婿排行榜。所以你如果有机会让你跟婆婆妈妈们来推荐你自己的话，你会有什么话想要跟婆婆妈妈们说？其实投票给我是最正确的，因为我除了外国的文化以外，我也是很了解台湾，因为是个台湾的巴西的混血，然后就是蛮帅的哦，然后很会赚钱哦，然后对家庭的想法也是很尊重的，很有负责任，所以我一定是 OK。哇，你这一段话你想了多久？你讲得好顺哦。因为就是自然发挥嘛，所以这个是我本性心目中的话，本性话。那你今天的排行榜里面呢、啊？你的第一名是排谁？啊，冰秀。Why？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不管怎么说，我觉得现在韩国的文化在台湾算是还蛮重要的，就是好多人在学
韩国的音乐啊，还是韩国的时尚服装什么的。然后觉得婆婆妈妈在家里可能会一直看韩剧嘛，所以觉得韩剧里面的男主角都是算那种帅帅的，然后就是很有责任感的男生，然后很浪漫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对婆婆妈妈来说，韩国男生算是蛮加分的一种男生。那你今天的排行榜里边，你把谁放在第六名？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在考虑到婆婆妈妈的年纪嘛，我觉得他们在台湾小时候长大，要接触一些德国的文化跟消息，还是一些资料，是特别比较困难。就是跟其他的国家比起来的话，我觉得德国是我们现在里面的最遥远的一个，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是第一个对外表会有一些意见，因为他是百分之百的外国人。因为婆婆妈妈可能还是比较传统嘛，然后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德国在他们心目中里面可能不太了解，所以他们可能会觉得很陌生，这个原因。哦，所以你是真的认真在分析耶？我真的在分析国企，我们在分析人。哦，今天的六个人里面，你觉得谁就是你怎么啊？他怎么可以跟我比这样？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我真的是觉得是和少侠，因为一样的原因，因为我觉得这个主题本来是以婆婆妈妈去设计嘛，所以我觉得婆婆妈妈怎么可能会选择一个跟不熟悉的人、不熟悉的人去投票呢？所以如果和少侠真的比我还前面，真的会很火大，好不好？那我们就期待今天的排行榜。我一定会赢。现在我们现在要来玩三选一问答。请选择，中间的是不是？好，来，一二三，请问，在台湾的演艺圈里面，你的性幻想对象是谁？为什么？性幻想对象是谁？誰ですか？誰？どうしてドゥーリー我觉得个性很好、很贴心，还有就是有时候会教我英文啊、杜丽吧，杜丽、okay. 杜丽，我会选杜丽哈杜丽刚现在抽到的题目是台湾演艺圈里你的性幻想对象是谁，为什么、选择你耶、你有什么感想？你真的选择我吗？是哦，那我不知道，因为想不到没有了，想不到，效果了，效果。你知道我本来要带你去吃那个玫瑰的那个蛋糕，芝士蛋糕。No， 对，就是杜丽。但是现在没有这个。有，我真的讲了你的名字，真的。Yeah. 恭喜配对成功！配对成功。Sayuri，请来玩我们的游戏三选一。你确定哦？哎，你确定哦？你哎，你到底要选哪个啦？你脑袋？你确定哦？你确定？你要先想好哦，我都让你抓过了，想好了。来，最后一次机会哦，你想要选？对，最后一次机会了。我已经看得到假定了，这个。确定号 ？OK， 我们的游戏是请进行绕口令，转过来啦，不是看照片。啊，没有人要看贺少侠啦，转过来。挑战绕口令，准备五、四、三、二，开始。妈妈骑马，妈妈骑马，马马马马马马马，快妈妈不要骂。唱的很流利耶，你再说一次。好。もう一回です。はい、もう一回行きます。はい。せーの、妈妈骑马，马马马马马马马，快妈妈不要骂骂。五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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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来玩游戏三选一，三选一，对，三个选一个，跟照片没有关系，因为题目在后面。是哦。对，我要中间。中间是不是？你自己抽起来。游戏是，请问台湾演艺圈里面你的性幻想对象是谁？性幻想什么意思？呀、yeah, ，那个你那个，我跟你要工作人员。对对。哦，就是刚说了这一句啊，就是。你想跟他？
小优他，我要想跟你耶！这样子公开我们恋情好吗？而且你刚刚明就吃鸡排，你现在吃这个干嘛？哎呀，健康，我要健康。装的啦，我是为了体力。你们女明星好假哦！要养身体，又要上班。我要。这坑你自己挖的，这坑是你自己挖的。没关系，我可以坑。好，那我们就祝福各位喽，祝福两位配对成功。好，来绕口音挑战，三、二、一，开始。妈妈鸡，妈妈妈妈妈妈妈，哦，妈妈鸡，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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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那个不对，你换了。没有啊。妈妈骑妈妈慢，妈妈骂妈妈快，妈妈不骂妈。呀、yeah. ，这不一样。我以前有念过，我有一个绕口令 rap 是把这个拿来用的，但这个版本不一样。对，歪歪。对，那不然，既然是饶舌歌手，挑战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 Okay, 三二一，开始。44，10，哦，这个比较难。44，10，14。是不是哇，这个那饶舌跟绕口令哪个难？这个很难啊。哎，我可以用台湾的方式就是对，台湾人都会这样念。对，好，阿龙算挑战成功了吧？耶、yeah! ！很难了，很难了。好，可以啊。二分之一强 YouTube 会员开张啦！是的，喜欢二分之一强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赶快加入会员来支持二分之一强哦！看完了吗？要记得订阅二分之一强的 YouTube 频道，还要开启小铃铛哦！哎，想看更多精彩的影片，欢迎点选旁边的精选的内容哦！一起支持二分之一强。